这是一号公路，从大阪往京都的路上。现在是早上差不多8点钟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，车子并不算多。It's just entertainment. Okay, 今天有没有开？你要让我们听吗？没有，你等一下稍微慢一点，我看一下最快的时间。跟不用。